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参观会场入面的香港地区展示区。展示区运用多媒体科技介绍本港优势、大型基建设施、著名旅游景点、创科产品和发明，并介绍本港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项目。林郑月娥又参观企业商业展，参展的本港企业超过160间，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方面展示香港的优质产品和专业服务。林郑月娥下周会见传媒时说，她朝早出席博览会的开幕仪式，并向巡视中国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香港地区展示区的主题“香港进”和有关内容。林郑月娥又在博览会一个论坛发表演说，论坛主题是贸易与创新。他说科技进步带动贸易增长，潜力有目共睹，但要全面发挥，自由贸易变得更加重要。他呼吁与会各国重新对自由贸易的支持，确保大家都能够受惠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部益处。